为谋面死灰阴沉，宁愿结婚，每个人收到一份邮件，听着翻开剧本，我无视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，你的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，你的为玩家时代开始伟大的人，指责是用户，第三个满眼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，最后所有人不光影响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海，阳光开朗大海，我特长只有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，阳光开朗大海，阳光开朗大海，我只是路过空桥，被揭露争吵纷扰，阳光开朗大海，阳光开朗大海，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我坐在这里，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只是为了爱上王子，带到身边身上的配刀，只是真假她也没有清晰的样子，王子中间的神髓暗器，和他没开始动手，最后所有人目光影响我，问我阿爸前后做了什么，我看看线索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一直在那儿坐着，甚至都没上厕所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耶、yeah, yeah. 好棒好棒，你优秀优秀，我好像是我吃到三十五。